什么都不图你的，你这让他受尽委屈。我想你可能是忘了，你长了一把，口袋里有几个钱，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哎，你有被绝情的人伤害过吗？伤害我的从来不是对方的绝情，是我心存幻想的坚持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大半夜哭着给我打电话说想我，这叫您不爱我？呸！我给狗打电话，呸！给狗打电话还哭啊？呸！我给狗打电话，呸！忘。可不可以？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找你这样的人做女朋友。我这样的人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记得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，我问过你，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，然后你笑了笑告诉我，你就喜欢我这样的女孩。怎么了？是我变了吗？看我的手，怎么了？手头是不是有点紧？啊！你看我的手，你的手咋的了？一毛都没有，一毛都没有。可惜你啊，不说实话，不经诱惑，不懂珍惜，不值一提。我可以请你吃饭吗？因为我想跟你一起吃点爱情的苦。公子的眼睛甚是好看，没有风，没有月，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我。我当初真是眼睛瞎了才嫁给你，我都忙成这样了，你就知道在那吃吃吃。哎呀，你知足吧，你当时眼睛瞎了我都没嫌弃你呢。你怎么着，你现在眼睛好使了？牛哥和谁小啊？小姐姐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有啊。那你男朋友有没有做过过分的事啊？有啊，上月的时候他把我手机摔了，然后我又换了个新的，新的挺好的，不摔手机。说白了，我也不是好人，见一个爱一个。但是只要你不离开我，我就不会遇到下一个。爱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？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后……兄弟，听说你搁火葬场上班，一个月多少钱呢？两万多呀。你还要人不？要啊，24小时都要。不是我意思，你还收人不？收，天天都收。
不是我意思，我能进去不？二百多斤大棒都能进去，你咋的？不是你们非得把我练了呗？这是兄弟，你要去能给你便宜点。滚！好想去尼姑庵，杨玉环去了一次做贵妃，甄嬛去了一次做太后，武则天去了一次做皇后，后来不做皇帝，我也想去碰碰运气。吃啥要请你？我最近减肥不吃肉了，我吃素。你说啥？我减肥？我得好好跟你盘一盘道了。你要减肥，有什么理由减肥？一瘦遮百丑，你丑吗？我不丑。大点声！我不丑。对不对？没有理由减肥呀！饮料使你快乐，薯片使你快乐，奶茶使你快乐，鸡油炸使我快乐，这不呼应上了吗？你能阻止自己通往快乐的脚步吗？我不能。大点声！我不能。以前你叫长安，我叫故里，长安有故里，故里归长安。现在我叫长安，你叫故里，长安尽头无故里，故里从此别长安。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一类女生，她们不仅长得好看，还很痴情。你没遇到，是你没有那个命；你遇到了还不珍惜，那你就该死。老公，我的卷发棒在哪儿？你的卷发棒就棒在它跟你的气质特别搭，就气质这一块是没得说。